Hello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不久前我发现到这宝石的地图，它的右下角有四个掩体。这时我脑中浮现了一个想法，要是我可以进去的话，虽然未必会取胜，但一定很好玩。我试了一下，可以耶。如果敌方角色没办法破坏或是进来的话，那我的宝石不就……后来我又在足球找到这张地图，这角落是不是也可以呢？于是我试了又试，试了再试，最后的结果都是三格一起消失。没道理，那地图行，这里却不行啊。后来我找到了原因，想要破坏单一掩体的话，必须要至少有四个掩体作为单位。这时我想到了增加掩体的办法，就是雅雅的大，即使短暂的那几秒也够了，来试试吧。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但我进去好像没用啊。要是球可以再进来的话，那你带进来了。如果是在已经得了一分的情况下，这是绝对防守啊。这时候我蛮好奇的，如果电脑失去目标会怎么做？于是我们决定躲起来。电脑完全不知道该干嘛。这次的卡墙角不是推荐大家哦，只是意外发现还是可以炸出一格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想要试试的各位可以按照这个来瞄准。第一颗火箭出来的瞬间按下武装配件，中断接下来的火箭。只要是四格以上就成功了。学会了这个，下次友谊赛可以吓得好友不知所措了。但实战的话，可能之后再想想有什么组合吧。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记得按下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接收我更多有趣的影片消息。好的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